些，就沉醉了世界。没有酒，我像个荒唐的可怜人。可是你却不曾失手而凉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。诉我今后怎么扛，遍体鳞伤还笑着月亮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我跌跌撞撞奔向你，你也不小恩，你看人家小姐姐踢瓶盖多厉害。不就是踢瓶盖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等等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以后我不允许你的嘴唇上出现重复的色号。从今天起，只要是关注我的人，没钱了就给我吱一声。别的咱没有，就一张百年配方，大了咱不说，保你后半生生活无忧。对
贵的理发师是英国伦敦的菲利普斯，他理发的起步价特别高，一次就有27万。虽然这样的价格非常昂贵，可仍然有很多土豪来排队找他。而这个托尼老师的特殊之处就在于，他通常会根据人的脸型和头型来设计发型。一个客户他要花上3天的时间，每一个来找他理发的人都非常的满意，因为每个人的发型都是最适合自己的。当然了，人家的服务也是一流的，并且使用的护发产品也是非常高档的。看来贵还是有贵的道理。小小时光，岁月长长，暖暖江湖换不换。远方的天空暖暖洋洋，唱出坚持的晴朗。小时光般已芬芳，春花种子在生长，幸福终会忘别来无恙。小小时光，岁月长长，暖暖江湖换不换。远方的天空暖暖洋洋，唱出坚持的晴朗。小时光般已芬芳，春花种子在生长，幸福终会。就是前两天很火的那个波妞爱中介的那个，这个呢是吉卜力出的，然后它是日本的一个系列的火柴盒，然后也是微景观系列，就是它这个是叫墙壁上的金鱼姬，然后电影就是它这个开播放之前啊搞了一组活动，然后推出了一个微景观的这种火柴盒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大概是这样的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波妞在里面，它就是火柴盒的小秘密，它是跟龙猫是同一个公司的，就是我们了解的宫崎骏老爷爷画的这种漫画，然后同款这一系列还有这个龙猫的微景观，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啊，全新的，等一下。因为这个是之前出的第一版，然后这个是后来出的第二版，然后这个第一版的时候它打开之后会有一个这个就是所谓的预告，2008年夏天，这个就是墙壁上的金鱼姬的预告，然后它整个这个主题，让我们来看一下龙猫，它就是在窝在这个山洞里在睡眠，特别漂亮，所以它的这种微景观的火柴盒真的是别出心裁的设计，来看一下。嗨，我是帮你们采盲盒之类的胖嫂，今天来拆个宅女孩的房间，我猜是这只大床，因为这一款超级重，瞧是吧，果然是大床哦，原来宅女孩是一只兔子啊，这是她的手机，还是粉红色的，宅女孩也是个强迫症啊，手机要随时有电。
这是他的排沙，还有他会看漫画书。谁能告诉我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？完全看不懂日语，这是什么清洁剂吗？马上开始直播喽！口令红包不间断，宝贝们就等你。